大家好，这里是睡前不要上班。那今天继续我们混世萌网，不是魔网，混世萌王喵爸爸的后面这五关吧。我们这前面的一二三四五都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就是后面这五关。Yes， 无论如何就直接开始吧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加油呀！阿多呢？什么东西啊！啊，我就不能喜欢圆弧形的门吗？而且他居然只是因为这里有刺就说他不行，这也是挺过分的。这里有个雷。好可爱。走着瞧。啊。走着瞧。差不多了吧。真的是差不多了，已经直接一百。他这个真的追也蛮容易的说。你也可以理解我想干嘛。是时候开荤了。哦，真的可爱哎，一个小兽人的概念。小兽人 ？No No No， 就是比较勾扎喜呆的那种感觉，还不错啊，其实。但是你当你东西越少，你就越容易被发现你哪边有多一些微博。但那还是有挺过分的地方，但是啊，还行啊。结果差哪里没有点吗？这个，走着瞧。那个门真的是，我觉得相较之下比较刻意。你要讲的话，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故意去营造这件事情，不太 OK 啦那一扇门。我的眼睛，哎呀，有，到底差在哪里啊？不是这里。我这东西重复到最后，真的很看不出来到底差在哪里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
还差一个，到底差在哪里？哪里看起来不对劲呢？加油呀！哎呀，这些蔬菜水果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大问题。没，刚刚不是，刚刚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不是在讲它。加油呀！就差一个了，到底差在哪里？我真的感受不出来差异在，就是不要讲差异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就是它不合理的地方在哪？好像还好啊。要人家点也好歹要感觉的明确一点啊。哎呦，不明确的要我点。我又只差一个，真的是好讨厌的感觉。我又不是火箭队，三步子在那边，好讨厌的感觉呀！我的幻术这么厉害的吗？时间到！呀哈！到底差在哪？不出来耶！不是这里，把你拦住喽！我的幻术这么厉害的吗？乍看之下都没有问题啊，这才是可怕的地方。快夸我，快夸我！我居然在这种地方卡关，真是太不可思议。但我一直觉得玉米会有问题，说。这么难吗？时间快到喽！
到底在哪里呢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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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嗯，什么音色？这是二，都可以。哎，差在哪？这里不对。你就是在乱点吧？快夸我，快夸我！不是这里，我怀疑你的乱点。还愣着干嘛？夸我呀！真的完蛋了呢！我虽然嫌弃他，可是我也不想要真的就这么卡关卡在这儿呢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把能点的都点过了。Thank you.
差啥呢？我该不会就要在这里度过一生吧？No, no, no, I'm not 走运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真的看到了，我刚刚看到他跳出来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在这里啦！啊啊！我都放弃了，我真的要放弃了，我的天！来，赶快！我真的快放弃了，藏得真的太好了，我觉得，但也有很大的几率是我眼睛真的很花。啊 ，OK 啦，终于我原本觉得说我不会玩太久，结果六七关玩的真的太久太久太久了，唉。因为第七关玩太久了，所以我有加速，就是不论怎么样，该玩的还是要玩嘛，所以加油呀！噔噔噔，噔噔噔。还有一个地方不合理哦。欢迎新菜鸟的船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本来就是因为可爱才买的，为什么要 repeat 这件事情呢？干杯！真可爱。又开始啦，差了一个。地方啊，不合理，不合理，不合理。有这么难吗？我的幻术这么厉害的吗？不合理。虚伪剑，哈，这是气球做的。哎呦，好可爱啊！他居然在哭哭哎。这个篮子是蛮好哦，阿牛，我一借小命。哎呦，猫猫超可爱的，我的天！哎呦，都是猫哎，我还喜欢啊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啊，这样子给你好看。No no no， 你是不能给我好看的。哦，你已经给我好看过，对不起。我不能讲那么快，你才刚给我好看，让我卡关卡超久了。不过那一关真的难，真的真的难爆了。那个是我玩这个游戏以来第一次这么惨的时候。
你这个系列里面，我最惨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。然后我前面才在嫌弃他说哈，都好像没什么啊什么的，结果立刻就来了，然后就是不可以说大话，马上报应就来了。这一关真的超难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再来第九关。是一个乍看之下没什么大问题的地方。我的幻术这么厉害的吗？虽然是因为没有人，你是在哈喽。走着瞧。哎，好可爱哦！但如果出现在我家，我会吓死。你也太 fashion 了吧？还差一个哦，一个，猜错啦！忍耐看起来非常不对劲吗？有这么难吗？这次算你。如果我有红那个蓝绿色盲，我就完了。下一个耶，这个。啊，下次给你好看。差不多了吧？我还差一个。找到了，就是差那个。然后再来就是看这一次的猫猫长怎么样了。MBI 小女警，请出示有效证件。想过马路先跳舞。这小二哥明明就还没玩，你在那边给我100%个什么劲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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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赞！下次给你好看。您就没那么难才对的游戏，我怎么可以前面第七死成这个样子？又是一个乍看之下没大问题的地方了。急了急了！3、2、1，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黄啊？是不是我的错觉？穿心，好痛的感觉。
怎么是一只手呢？看起来真可怕。你手上怎么有一个手套？不是这里。这里有个帅，这里有个这个小东西，个咸子嘞。这里不对，个咸子嘞呢？这个吧，这个眼睛有问题。这里不对，个咸子嘞呢？再看看别处，我的幻术这么厉害的吗？哎呀，差一个也差在哪儿呢？这里不对，这个。还差一个，好。这个都是在超级迷你细节里，我的天！那种多一根线，然后多一凸出来一点，这样这真的是好难啊。最后一个得到了。哎呀，其实如果有需要的，去看最后就知道都在哪儿。哒哒哒哒。个咸子嘞。OK 啦，那我们这个，哦，终于全过了。混世萌王喵爸爸，就是应该要中午100%通关，完美。我们6到10就到这吧。我真的没想到我的7可以卡成这副德行，对，所以我稍微跳了一下，快进了一下，对，不然真的全摆上来，这一片拍了再超过1个小时。OK 啦，那么呢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了，这里下线先不要上班。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